这是新的计划，你看看吧。燃油添加剂的表格。你最近没有发现飞行的架次减少了吗？发现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。日本人的资源储备不够了，空军的压力现在非常大。昨天燃油部门的日方工程师给了我他们刚刚研制出来的新型添加剂，希望我们配合。 试验这种添加剂的使用效果，如果这种添加剂一旦试验成功，那燃油的损耗将减少25%。如果每天3次起落，就可以做到现在的第4次。你答应了？没有，我以可能损害发动机的理由拒绝了他们。但我想这是不是一个我们可以接触到燃油系统的机会？你是说在我们动手的时候？ 可以在燃油添加剂上做文章。你真聪明。那明天我和日本的工程师再继续进一步的沟通。我马上就去向上级汇报这个情况。至于怎么在添加剂上做文章，我们想想再说。小爷，小爷，小爷，我觉着咱们是不是该到了动手的时候了？ 现在我就算是闭着眼，只要是在这机场里头，我想去哪儿，我就肯定能到哪儿。也怪，我现在反而不着急了，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我绝不动手。你不动手，我怎么撤？你要耽误事了。我再算算。 安全的队长找你。你来了，坐吧。你就是站着说吧，没事。你还是坐下吧。我站着舒服，你说吧。 我刚刚收到军部的调令，一周后我就要回国了。这么快？军部调我回我的母校中野陆军军官学校任教务长。我也没有想到这么快，我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是让你考虑一下。你是不是跟我一块儿去日本？反正你也没有亲人。 到了日本，我会安排你考入这个军校，也还可以学习忍术。好倒是挺好，就是这事儿来得太急了，我训的那些马还不认识飞机呢。再说你走了，谁保护这个机场呀？这些不是你我考虑的事情，这里呢。
马上就会有人来接替我。行，那我回去想想啊。等等，你的确具备了忍者的基本素质。啥意思？日本忍术的精髓就是用生命和意志和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分钟。谁能坚持到最后那一分钟？ 谁就是最后的胜者。可是谁也无法想象，林雅的坚持，人是多么的绝望崩溃。冯广，在那最后的一分钟，老天给了我一个机会。那个机会的来临，太出乎意料了，让我在黑暗中看到了曙光。 直到阵地被完全摧毁，那个丸子青依然安危不动。他是我见过的真正的中国忍者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虽然忍着没问，可你还特别想知道，在最后一分钟，我们是怎么炸的。是啊。 我是挺想知道。那天晚上，我听到了一个年轻人说出了通往中帕阵地的另一条路——老虎沟。那时，我们一直待在树洞中，中方的人在附近一次次的徘徊寻找。 但是谁都没有想到，我们会躲在那个树的树洞中。这装不下，非得这时候下，这天太冷了。小爷，你要是当鬼子，现在你在做什么？我要是鬼子，我现在就在老虎沟。老虎沟？不大可能吧？ 因为老虎沟的后崖是唯一一条能够接近重炮阵地的小路。幸亏如此，我们才得以存活，并摧毁了那个重炮阵地。没想到这么简单吧？那不错。 较劲，我知道错了。我是在潼关最大的瓜怂，是在潼关的得罪人。 娘，对不起，我再也不跟你较劲了，我知道错了。
对不起，你知道错了，娘大心里高兴，娘信你的，潼关的父老乡亲都信你的，娘相信，你一定会被潼关的父老乡亲报仇雪恨，不哭了啊。 娘，我晓得，我知道错了。 叶跟你有一宿没睡，出啥事了？不等了，这两天就动手。现在就动手？这咋这个车呢？那么多人，这么大的事，谁下动谁后？师尊要走了。 再不打就来不及了。你想办法，我得出去一趟。可你咋去出去呢？别看你跟那个瘸子现在成宿到底的，你连个马车都出不去，你有什么事我给你传话来。可你当时你跟他说，你在外头一个情人没有啊？ 你现在要出去，那他肯定得怀疑你。你去给我找点马钱子。什么？又要找马钱子？杜先生不在这儿，万一救不过来，你跟他们交代好，让他们救我们就完了。 马红雪，你去问师尊。 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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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刚才看见了吧？啊，你刚才看见了吧？那些马，胆儿越来越大，我估计再有两天，他赶离飞机近了。我，王振东，这是我，大力哥，杀，大力哥！这件事情发生的太突然了，你该明白。 组织上费了很多的周折与经费，才把你安排到那么重要的岗位上。38军已经失败过一次，这次的任务由方振东来做，我觉得有些不妥。我很了解方振东，以他近期的表现来看，虽然我没有听到他说具体的计划，可他应该是做好充分的准备，已经谋划好了的。一个刀客。 他懂什么叫谋划，他确实只是一个刀客，可他近期的所作所为让我都觉得非常的敬佩。这种敬佩绝对不是因为我们从小就是朋友，请组织上放心。那好吧。特に問題ないです。おそらく前回の落馬の後遺症でしょう。そっか。よし。 再有问题，我怎么在这儿睡着了？哦，刚才你晕倒了。 可能是上次救我落的后遗症。你还是跟我去日本吧。军医说这种后遗症西医效果最好，日本的西医远比你们中国的好。哎，你那些马已经认识飞机了，你呀哪天把那个飞机前面那个螺旋桨给它开开。 让马再适应一下，我带着它跑几圈，这事儿就算成了。好吧。给飞行员送营养品的军车，每逢双日。 来机场一趟，今天送过了，再来就是后天。行，你就想办法把他那些兄弟弄下来就行。这个办法想好了，先说说，我干什么嘞？你干的活谁也顶替不了。等兄弟们解决了骑兵队的鬼子以后。 你就到骑兵队守着那部电话，打到最后，石村肯定要跟骑兵队联系。你不是会日语吗？你跟他对话。哎，你这点汉奸本事，算用到正地方了。哦，汉奸坏啊，汉奸没有孙子坏。这哪叫坏？你觉着？ 我这是坏吗？啊，这不叫坏。我刀客营生干得好好的，是他们先到了我家，算计了我那么多年，弄得我们兄弟反目，家破人亡。他干的那些事儿，一件件一桩桩的都在那摆着。咋了？我现在就算是不吃不喝不睡，我天天算计他。 我这也不应该叫坏，是他先害的我。嗯，对着嘞。说到狠，刀客最好，刀客里方振东最好。哎，这个军车进机场，你打算派谁去？马斌走。 这可是个虎口拔牙、有去无回的事。谁让他是我兄弟呢？
现在就是没想好，是白天动手，还是夜里动手？当然是找一个他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动手。废话。王志东，王志东，你在哪里？王志东，你在哪？小弟，兄弟，这要走了，还真有点舍不得。对了，跟我一起去日本的事考虑怎么样了？我想来想去，行，走就走。反正我那些刀客兄弟也都死的差不多了，加上你们天天在这打仗，我这刀客营生还真没法做了。但是我现在就有点担心，你们那边没有面吃啊？有和面差不多的。哇塞，再像你那些马一样。喂，大哥，葛明吉、郭一峰他们，还有九个人就到齐了。把干草铺好啊，郭总。哎，葛明义他们马上就到。哎，你们两个去接应一下。是。是。照这个速度，今天天黑之前人应该能齐啊。这帮学生兵还不错啊，脑子够使。不愧是上过学的兵，都能看懂地图。嗯。这样的话，我下一趟山，想办法和他们接上头，了解一下机场的具体情况。去吧，这有我。他们来了之后，一定要叮嘱他们，哪都不要去，更不许生火。是。你没事了吧？就是烧的慌，这肚子里烧的实在难受。傻者不好想啊，非得想出这么危险的办法呀。这招不是为了你用过一回吗？所以它不危险。你别说，你爹那方子还挺灵的。说正事吧。你只要在我打起来的时候，能保证那堆苍蝇别飞起来就行。那时间呢？这个我再想想。想好了，我有办法告诉你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ご苦労様です。危険な状態はもう終わったんですね。よかったです。安心しました。では可能なら明日見舞いに行くと伝えてください。最终的攻击时间咱们需要再碰一次，怕是没这个机会了。日本人看我看得太紧，到时候让我姐告诉你。
我先走了。哥，以前我不应该老跟你较劲，是我不对。机全部在东南角，它的对面是油库，依次往外是生活区，再往外是马圈。你好吗？我有啥不好的？你事儿那么多，来这儿干啥？专门来看我的？前两天做梦，我梦见娘了。我也经常梦到咱娘。她跟我说，跟着我，除了受罪就是受罪，所以不带我去。我知道我拦不住你，但有件事儿你得先帮我办了。这事儿我想来想去，除了你，别人办不成。啥事儿啊？就那个小胖，你知道我当初为啥收他？这辈子我对不起我舅，所以当初我就收他了。本想着是留个念想，可我收下他了，我就开始后悔。万一，是吧？这孩子跟你一样，哄又哄不走，所以我想让他跟你走，这事儿他就能信。我现在才明白，你为什么要跟我说，战争不结束就不谈婚论嫁。走到今天，生死都已经不再重要了，最重要的就是炸毁机场，保卫家园。这点我早就想了，自打我第一天参加淞沪会战起，我就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我最遗憾的就是这最后一战，我要带上这一批热血青年，他们都有知识，有文化。我在潼关失败了，这次我要是再不成功，让这批陕西的骨血毁在我万子清手里，我就真是死不瞑目了。这就是我们不如镇东的地方。你说镇东让马鞭草单枪匹马的杀进机场，他能不知道会是个啥结局吗？他是那种没心没肺、无情无义的人吗？
你们兄弟两个就是这一点不一样。你的那些学生军，他们有知识有文化，难道他们不知道去机场会是个啥结果吗？可他们还是愿意去。我相信就算是失败了，人们也会永远的记住他们，虽败犹荣。你应该为他们感到高兴，感到自豪。求你了，等打完了机场，我回去接你们。我答应你。胖子，胖子！哎，哥，哥你啥时候回来的？我可想死你了。你是又胖了？哎，没有啊。黄哥，办点事儿。啊，成。潼关有批枪，跟你姐回去帮哥取一趟。啊，行，哥，那会儿吃完饭就上路。赶紧回去准备准备吧。嗯。我还是喜欢看你穿军装的样子。我走了。子敬，我爱你。大不大？有一百个你那么大。哎！我要你活着回来。让你活着回来。心配だな。心配じゃないですか。何がだ。ファンジェンドン、あいつ病院行く。あれ、あ、仮病です。絶対。嫉妬か。嫉妬ですよ。私はあなたのために。日本のために3年間ずっとずっと頑張ってきた。僕を中国に残さないでください。僕も一緒に行きたいですから。うるさい！不公平、不公平ですよ。それでも私言います。病院見張りつける絶対いいです。どうして中国人は中国人を応援してやれないんだ？私は日本が好きなんです。大東亜共栄圏、僕みたいな人間必要なんです。見張りつけていいですか？つけにしろ。頑張ります。頑張ります。頑張りたい。
你说我们把油路改装以后，就可以达到日方节油的要求。是，这样就可以骗取他们的信任，然后我们就有可能在不被监控的情况下，直接接入到油路系统。在动手前，我可以关闭这个节门器，使油路改道。在这个部位形成滴漏，我计算过，大概8到12个小时，油箱里的燃油就会全部流出，渗入地表，完全无从察觉。 这个设计太严密了。现在唯一要解决的问题是，如何让这些航空燃油流入地表层时不挥发、不渗漏。这很简单，只要地表层有水，水比油重，油就会浮在水的表面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煤油燃点太高，无法点燃。我做过实验，在剧烈的爆炸以后，是可以瞬间引起燃烧的。 燃烧以后持续的高温，必然会使油箱爆炸，最后达到炸毁整架飞机的目的。兄弟们都好吗？都挺好的。大家天天都在想你，都等着这一天呢。这次你打第一枪，你知道。 我知道，这事儿交给我，你最放心。到底是兄弟，下辈子我给你打下手，你当老大。以前对不住的地方，多包涵。